歡迎大家又嚟到華山論世嚇，今日又係大家好，有劉文章嚟同大家傾偈。咁今日我哋講咩咧？講翻俄烏戰事。咁啊，俄烏戰事嚇有啲咩新發展咧？其實最新嘅發展咧就幕後，就唔係幕前。係。咁啊，幕前有啲咩發生咧？其實你即係烏克蘭自己攞嚟衰嘅澤林斯基，你無端端真係即係頂嘅無人機真係炸，即係呢個即係嚇俄國裏邊嘅本土啊，係啊，係啦。咁嗰度咧，老實講，即係都唔係近嘅，幾百里嘅。即係入咗呢個俄國境度，係咁啊！炸完之後咁啊，梗係有啲傷亡啦，有啲即係可能有啲嘢受損。咁但係你係咪真係即係炸到佢係稀巴啦，乜嘢都冇曬？又唔係。咁而家人哋翻轉頭咧，就炸到你即係趴咗喺度，即係所有咧，基本上咧，你即係嗰啲地方嘅即係發電啊、水啊、其他乜嘢嘢咧，係炸曬你啲 infrastructure 嗰啲基建啲冚冷。炸到你散曬，咁人哋即係咩？你做初一，我就做初二至到初三十，我做曬你嘅。咁你即係你又，如果你咁樣講嘅時候就話啦，喂，咁你精定你蠢咧？嚇即係嗱，我又真係想問下你，即係唉，烏克蘭啫，呢個真係扶不上壁的阿斗嚟㗎。即係我都係真唔知佢想要咩嘢，都係。即係話，你如果澤連斯基咧，佢到底係想要將自己塑造為一個英雄咧，定係話要烏克蘭嘅利益係啊？啊，佢想自己做英雄，係咯、啊。最主要佢係自己想做英雄。咁呢一次啊，普京都做英雄喎，普京揸噶，好似係兵士去呢個克里米亞俾人炸過嗰條大橋，又行喎。咁啊，實際上如果係嚴格嚟講，佢係出國嘅咯，身犯即係身犯險境喎。係啦，即係克里米亞當然都係俄國地方啦。係啦，咪係咯，北大前線啦。咁你佢而家咧就話，除咗克里米亞，佢可能仲要去烏東、去頓巴斯嗰啲州，就唔知會唔會啦。咁啊，但無論如何，而家就係大家都關心呢場仗究竟仲要打幾耐啊？我話俾你聽，嗱，我估啫嚇，我估我唔知真定假，但我覺得咧，所我睇曬所有嘅嘢，唔係睇個戰場上即係嘅問題，我就會話俾大家聽咧，我覺得咧，六個月內呢場戰事應該完結啦。嗱，個理由唔係話你喺戰場上係咪啊？係咪俄國而家大舉進軍啊？又即係揾咗30,000人打佢？唔係。其實大家記住一樣嘢咧，戰爭只係呢個政治嘅延續。係。咁到時戰爭嘅完結咧，亦都係等同於政治嘅妥協。係。咁如果你咁睇咧，就係六個月內咧，如無意外咧，但係大家啲蛛絲馬跡啊，大家講啲乜嘢嘢咧？六個月內咧就應該即係完結啦。咁你話喂點樣完結啊？我唔知，估唔到。不過我覺得咧，這個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即是現在拜登又出聲啦，馬克龍又出聲啦，即是很多人都說Schultz又出聲啦，都說要談，如果要談呢，一定是要找一個模式，即是原來有個叫明斯克協議，明斯克協議就是有俄國啦，有法國啦，有德國啦，有烏克蘭啦，那你幾個國家，即是說可以說到事的國家，有影響你的國家。咁你未來你一定係美國、俄羅斯、烏克蘭、德國、法國，係咪可以有個五方會談坐埋一齊咧？或者就可以加埋中國六方會談啦？我懷疑咧，嗱，即係我唔講話嗰個形式係點樣。不過我想講嗰樣嘢就話咧，究竟佢係點樣會發生咧？點解會發生有一個和談咧？其實第一樣嘢，你估邊個係最犯最大嘅錯咧？烏克蘭澤林斯基。嗱，簡單講啊，大家都有睇過啲賭神戲啦，周星馳嗰只喎咁好啦，咁啊周星馳咁啊即係澤林斯基走去問阿叔，我去賭 show hand， 你撐唔撐我？撐。撐。俾幾多嘢撐？你得啦嘛，你撐我得噶啦，一句得噶啦，一去到去。50蚊撲，跟住袋100萬咁，
哇咁哇，大家咪誒一鉛牌咁啊，數完五隻輸咗，哇你耳仔底嘅咋？唔怕，再嚟咁又大又一百萬，喂咁大一百萬一百萬，第去到第三第四次一百萬，咁人哋嗰個背後嗰條友又喂啊，你係唔係㗎？你識唔識賭噶？你識賭就唔係咁賭嘅，大佬係嘛？即係你用一百萬嘅籌碼去換50蚊嘅 pot， 喂點樣賭啊？咁樣唔係你撐唔撐我先？咁又係呢句嗱。而家大家講嘅係咩嘢咧？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有啲即係啲小道消息出嚟啦，歐洲真真正正運過去呢、這個即係烏克蘭嘅軍火啊彈藥啦，基本上冚唪唥係蘇聯年代留低俾東歐嗰啲咧，就去曬啦。7788899去曬㗎。即係特別係波蘭啊、匈牙利啊呢啲啦，啊捷克。德國嗰啲冇啊，德國佢哋即係唔係有呢啲啦，有嗰時都係東德嗰啲啦。因為佢嗰啲咧，如果就算俾烏克蘭，都要重新訓練，係啊，新嘢冇，冇新嘢。好啦，咁美國佬咧就係俾最多，但係烏克蘭咧而家嘅做法咧，點解我話周星馳咧就係好啦？美國咧即係嗰個軍火生產咧係有限度，因為冇打仗啊嘛。即係在烏克蘭戰爭之前咧，有個講法咧就話咧，佢每一個月咧係生產大概1500枚。啊！即係導彈啊，或者嗰啲精準炮彈啦、啊。因為點解啊？成倉都係啦，我要咁多做咩啫？你去射都射唔到咁多啦，係咪？即係軍火生意咧，係最怕庫存啊！係啦，即係你冚唪唥擺咗喺度都壓住曬啲資金喺度啊嘛。擺到咁上下就會即係可能煤可能剩咁，你可能又要整又要剩咁啊！好啦，咁啊烏克蘭一日係射幾多炮彈？6000至7000，是不是周星馳大咁？是不是嗰只咧？好啦，咁、那個問題就是美國看到，喂大佬，喂你不是咁樣使嘢法係嘛？喂你撐我啊嘛，大佬咁嚇，喂咁樣使法去到幾時？即係美國佬即係開始諗下，喂我係咪咁咧？嗱，美國咧就解釋個講法就話咧，5年生產嘅標槍飛彈咧。嚇！烏克蘭10個月用了5年所生產的量，反坦克導彈、刺針、飛彈咧，就係打呢、這個即係、就是、彈飛機啊、即無人機啊嗰啲咧，13年的產量咧，就烏克蘭咧10個月使曬。咁、那個問題就是打你 order 咯，落 order 啦，邊個俾錢先？即係真係周星馳真係真係周星馳戲咁樣，即係澤林斯基倒水啊！原來咧最無厘頭嗰個咧就唔係周星馳，就係澤林斯基。你話死唔死啊？你話唉，即係頂唔落去啦。實際上你而家去到俄羅斯都吃力㗎，即係佢而家再打落去咧，佢個經濟能唔能夠頂起嚟咧？所以咧即係話。6個月內，大家上談判桌去傾一傾咧，呢個機會真係非常之大。咁而家大家知道啦，限油60蚊，限唔限得掂咧？唔係60蚊咧，嗰個咧又係真係揾嚟講嘅。係嗱，即係大家要明白點解係60蚊咧？喂，而家俄國而家賣緊出去俾匈牙利嗰啲都係50零60蚊啫嘛，有時會貴少少啦，因為俄國賣俾中國、賣印度咧就要大減啊嘛，即係大概四即係六折到啊嘛，咁所以你話喂，我而家俾60蚊你，即係代表咩啊？你可以買咯，即係話俾俄國聽，喂，我可以同你做生意嘅，不過60蚊啊，你俾翻啲位我，等我即係俾人解釋俾你聽，喂，我60蚊啫喎，我60蚊同你買啫喎，60蚊比起舊時30幾蚊。貴咗一倍啦，好啦，咁但係俄國而家話咩？我唔賣俾你。咁因為點解佢仲有第二啲人買啊嘛？咁而最慘就係咧，沙地阿拉伯話我減產200萬桶，如果再有需要咧，我睇市場再做。咁啊，沙地阿拉伯又諗啦，正嘅喎，即係大家你要明白，即係沙地阿拉伯諗法啫。美國就叫沙地阿拉伯咧就增產。咁佢嘅生產咧，佢就跌翻落嚟個價錢。係，咁我如果計計條數，沙特阿拉伯就話：，喂，我再減產200萬，我自己出少啲，
但我可能是收到100或者101、102，喂，我賺多好多喎，我生產少了但我賺的錢多了，我點解睬你啊？記住一樣嘢，美國不再是沙地阿拉伯的大主顧，係啦，係中國。咁如果喺咁嘅環境之下，咁你話俾我聽，去到咁上下，你歐洲美國仲可以自己生產好多啊？歐洲頂唔頂到咧？唔係你頂唔頂到，你願唔願意頂咧？記住喎，歐洲國家係而家反美示威，大型嘅反美示威。喂，唔好意思，唔係反俄喎，係反美示威喎。第二，呢度罷工，嗰度罷工，度度罷工，罷咩啊？你個國家為人工即係出唔夠喎，我唔夠使喎，通脹多喎，油價貴喎。你馬克龍都出到面，喂，你有咩理由你賣嗰啲天然氣四倍價錢賣俾我哋真係？即係你揾笨啊，大佬揾到即係出面啦、啊。係咯，即係如果你咁樣睇嘅時候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就話咧，歐洲醒覺了。係，咁啊醒覺冇用㗎，因為你都係要靠美國買嗰啲嘢㗎嘛。咁但係唯一個方法就話冇啊，咪大家要即係唔好打先啦、啊，唔好打就得啦。唔係咁啊，啊即係有馬克龍講句好過癮嘅説話就話。我哋咧，即係如果完結咗個戰爭嘅時候咧，就一定要有翻一個保，即係安全框架，就保障俄國對呢、這個即係北約向東擴張嘅保證。係咁樣，因為呢樣嘢係呢一次俄烏戰爭之所以發生嘅由頭嚟噶嘛。咁係邊個？即係最緊要啊！咪又係烏克蘭咯，咁即係話我要保存，即、就、係、是、令到俄國覺得佢有安全感嘅，咁要犧牲邊個啊？烏克蘭咯，所以澤連斯基呢排都即係、就是、都聲細咗啲嚇，因為知道咧，我諗其實背後咧美國佬咧就已經即係鏟到佢上即係反艇，個理由就話你喂你唔好咁樣使嘢法喎。我唔係得冇所謂，大家講我講就話，我又俾幾多斤氣你乜乜乜，到時咪俾少啲你咯，你俾少啲夠唔夠使啊？你啊天一半地一半，係咪？你又可能賣咁一半，係嘛？咁你唔夠嘢嘅時候，你冇得肥嘅時候，人哋俄國打過嚟嘅時候，喂，咁你仲有冇得頂咧？你頂唔頂到咧？頂唔到啲人又嘈噶咯喎，係咪？即係澤連斯基咧，其實佢如果稍微冷靜下，我諗佢背後係另一個狀態，因為你馮德萊恩都講啦嘛，你死嘅人係至少係100,000，後來又收翻呢句話，又刪咗佢，有啲人仲話馮德萊恩講我係100,000軍官添，即係話你起碼我覺得你烏克蘭嘅傷亡咧10,000到20,000係大概係呢條數啊，唔少係啊，所以你實際上你人又死得多了，跟住你成個國家其實就變成廢墟，咁你再打落去有咩意思呢？你唔去尋求一個出路，所以你如果你再睇睇啊，你話其他啲國家大家講咩嘢咧，就講到譬如好似波蘭嘅話，一直同呢個俄國世仇啦。但係波蘭而家做咩嘢啊？波蘭有350,000個烏克蘭難民到咗，咁啊走咗好多去第度嘅，但係留喺本土都100,000啦。咁而家點啊？就話喂，我俾6個月，即係俾幾個月嘅，即係食，即係費用你嘅。然後跟住過咗呢幾個月咧，你要俾錢嘅。咁好啦，咁啊邊個俾錢啊？喂，你唔俾錢就歐盟俾錢咯。咁即係講到尾啊，大家到尾都睇錢。係喂，我長貧難顧啊。係咪長貧難顧？嗱呢句説話真係冇乜錯。咁去到最尾嘅時候，係咪軍事上係完結咧？唔係，係政治上嘅即係妥協。政治上一有妥協咧，就代表咩啊？軍事嘅停止咯。係，即係首先停火。我覺得咧，可能一定係兩步嘅。首先係一個停火協議。你話最後傾成一個和平協議咧，就好難嘅。因為烏克蘭要承認佢個領土冇咗嘛，即係和平協議就要所有一切嘢都要劃定啊嘛。咁但係大家可以傾一個唔打字先，我起碼半年或者係一個年
唔打住先嚇啊，停下火先啊！南北韓38次，係咯，咁然後跟住咧就係、是、咧，你要英國美國其實冇咩料到嘅啫，即係嚇美國咁，到時就會即係承諾就話咧，我唔再供給好多軍器俾呢個烏克蘭，咁慢慢餓到你，你冇軍器你打鬼咩？就呢、是這個，即係呢個咧，就而家你睇就我哋咁樣向前瞻咁睇咧，就覺得咧，就六個月內咧，如無意外咧，都應該有啲咁嘅事會發生。係，因為咧蛛絲馬跡已經開始出曬嚟。係啊，實際上咧，真係各方方面面都頂唔落去。而家實際上冬天先啱啱到啫喎，係啊，雪先啱啱落啫喎，你跟住你嗰、那個天然氣嗰、那個。防寒的問題，這個燃料的問題，你烏克蘭很大問題，歐洲很大問題，俄羅斯同樣亦有問題，所以大家雙方面是啊，同埋你澤連斯基即係講法就話，每個月都可能係要即係歐盟美國咧係要供給大概10億美元嚇，你先至可以出到糧俾啲人啊買糧食啊搞呢搞路，啲錢唔到，出唔到糧。啊！你估啲軍人唔使食，唔使收錢咁，冚唪乜都係錢嚟噶嘛、嗯啊！所以咧，去到今日咧，即係我覺，即係我覺得咧，即係我哋話六個月咧，可能都係即係咁上下啦，可能長啲嘛，可能唔使六個月，可能快啲、嗯，可能耐啲，咁、嗯、但係到尾咧就係、是、嗱、啊，你仲敢唔敢走去攻擊呢個俄國咧？咁啊！而家第一樣嘢，澤連斯基可能真係走美國就哭訴啦！哇，佢爭我啲嘢喎，咁美國佬背後會講咩咧？死仔，你做乜嘢去攻擊俄國啊？冇人叫你去打佢啦、啊，你好叻咩？而家係嘛？即係嗱，老實講，背後咧一定係講呢啲嘢。美國係唔想個軍事嘅衝突咧係升級，係佢一定要 hold住喺。一個有限戰爭的水平，千祈不要去到用到戰術核武器啊，等等等等之類。所以咧，即係普京都係叻嘅，普京都話咧，啲有限度的軍事行動嚇，唔係戰爭嚟嘅，有限度軍事即係行動，咁啊即係可以咩啊？停火咪得咯嚇，唔使停戰，係停火得㗎啦。是不是這樣不知道六個月到時大家看看是不是這樣先看看聖誕節怎麼過先聖誕節就老實說那個白色聖誕不過一個即很不好過的白色聖誕當然大家都不會去這個烏克蘭旅遊啦是吧歐洲都少一點去啊真的都是凍可能即去到法國那你說喂，到時又冇又話呢度冇停電喎，咁呢度冇咁，即係大佬你都揾嚟搞啫，係嘛？好，我哋今日講到呢度為止，係，拜拜。中意我哋影片嘅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支持同訂閱 HKG 報幫我出聲頻道，撳埋呢個小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任何一條新片啦。